毒神二 Blasphemous 2 悔罪者一号在一片全然陌生的土地上苏醒，这里不是他最终长眠之处，他再度陷入了出生、死亡和复活的无尽循环，别无选择，他只能动身探索这个危险的新世界，揭开其中被遗忘已久的秘密，成群的怪异敌人阻挡您的去路，等待接受悔罪者一号残暴的最终审判。击倒他们并非易事，但毒神二将提供您更多自定义和提升技能组合的机会，以及一些能让您怀抱满腔正义热血和无尽怒火使用的全新独特武器。压制咒士 Crossbone 银河恶魔城风格的暗黑动作游戏，该游戏的制作灵感源于空洞骑士、鬼泣和血缘诅咒，鸟嘴医生化身双枪游侠，独闯恶魔城调查被诅咒的王国消亡的真相。当然，游荡的恶魔可不会自己把路让开，当你与游荡在被弃土地上的怪物群战斗时，你将探索一个巨大且相互联系的世界，揭开秘密，解锁新的能力，增强你的致命武器，填充你的武器库。围攻与沙湖 The Siege and the Sandfox 融合了银河战士恶魔城类型与潜行元素的 2D 横版跑酷游戏，在濒临城下的危机中探索一座古老沙漠都市的宫殿与洞穴深处，掌握灵活多变的跑酷能力，依靠机制与潜行来找出藏于幕后的真正威胁，躲开守卫，击败敌人，结交潜在的新盟友，磨练你的技能，赶在为时已晚之前挫败邪恶的阴谋。小气财神和无形世界 Ebenezer and the Invisible World 以英国小说作家狄更斯名著小品《小气财神》中登场的主角为主题的动作游戏，相较于原作中的守财奴主角，在本作中他则将会以英雄身份登场，让玩家驱使他的各种能力来与敌人展开战斗冒险。目前本作 Demo 版经在 Steam 开放下载试玩，玩家可以趁现在赶快先来体验看看。巨舰 Gigasword 挥舞城中巨舰的动作解谜类银河战士恶魔城游戏，把剑插在地上后，你可以跳得更高，游泳，在狭窄空间中爬行等等，许多谜题围绕着把剑插入互动物体展开，利用机关把剑运到你持有剑时无法抵达的区域。大灾难即将来临，你需要登上远古高塔复原神之水晶灵芝。救世主 Savior 是一款动作冒险平台游戏，一个迫切需要你帮助的开放世界，获得技能装备和盟友来帮助你完成任务，发现你和你自己周围破碎城市的秘密起源，通过直观的平台跳跃轻松跑酷，通过精确的近战格斗与各种对手交战，探索一个又一个隐藏无数秘密的丰富世界。
9日 ,Nansos 结合道教科幻与上古神话的 2D 平台动作冒险游戏，强调格挡机制和节奏明快的战斗，配合独特的道教朋克背景，刻画出别具特色的守护世界。面对统御新昆仑的九位太阳，玩家扮演翼，只身踏上一条复仇血路。在新昆仑，翼将踏上一段始于复仇，终于到的诸王之路。法兰大陆 Valand 本作从塞尔达传说系列中汲取了大量灵感，主人公与塞尔达传说系列游戏主角林克非常相像，披上一架黄头发的造型颇有既视感，战斗风格也与塞尔达传说极为相近。游戏中有一个庞大的世界任你探索，并且包含多种武器技能可供选择。为了成功挑战各种各样的地下城 BOSS， 玩家需要在不同的搭配中寻找自己最顺手的那一种。人类祸根 Amber Bane 像素动作平台游戏，战斗围绕着具有独特能力的四种混合元素而展开，与奥菲利亚一起踏上他的旅程，杀死恶毒的元素之神，为这片土地带来平衡，充分利用元素，揭开几个世纪来不为人知的故事。Now rise, my Amber Bane.奥特罗斯 The Outros 超现实迷幻主义的类银河战士恶魔城游戏，玩家将发现自己在神秘的灵柩中苏醒，这个漂泊于宇宙中的人造子宫正孕育着一头远古的大魔，被困于黑洞深处的无尽循环中，你需要设法探索灵柩颞部，并在与其中的生命接触过程中发现自己所扮演的身份。结合类银河战士恶魔城像素风格弹幕等要素的 2D 平台探险动作游戏中，化身为身手敏捷的兔儿少女，与旅途中邂逅的伙伴们天使与恶魔与广大的奇幻世界展开令人难忘的冒险旅程，并逐步解开故事背后的真相。劫难之刃 Doomblade， 孤独的幽影少女在指引之下来到藏着厄运之刃的密室，这件拥有自我意识的武器在此封印许久，厄运和幽影联手踏上征程，以求寻回厄运之刃的力量，并报复将其囚禁的罪魁祸首恐惧领主。装备厄运之刃后的幽影少女可在空中飞行，使用连续攻击消灭敌人，瞄准怪物的弱点发动攻击，用厄运之刃的愤怒杀死他们。
里终结之子 Rin the Last Child， 游戏中玩家扮演 Rin， 创造者的最后一个孩子，展开一段旅程，恢复神秘世界的秩序，收集元素和符文，制作法术，并与强大的首领你变形的兄弟姐妹对抗。世界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中，你能拯救每个人吗？剪尾龙之灵 Dragon Bell She， 游戏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架空的精灵幻想世界，主角西是一位麒麟少女，承载着神龙与大地上精灵们的祈愿，为了终结龙之子们的战争而在世界中展开冒险。游戏属于手绘银河城风格。Bow 青莲道 Bow Path of the Teal Lotus， 位于泰国清迈的两人工作室 Squid Shock Studios 开发的日本神话动作游戏，采用日本手绘画风格以及日本神话故事为背景的横向卷轴动作游戏。玩家操作一名有着狐狸外表名为 Bow 的角色，他原先居住在天界，为了某个重要的仪式而降临大地，使用变形法杖以及各种技能进行战斗冒险。游戏中有各种日本知名的妖怪，并透过传统的手绘 2D 画面呈现玩家眼前。千篇一律 Cookie Cutter 由开发商 Subcode Joint 打造的 2D 类银河恶魔城游戏。本作中的机器人 Cherry 是高科技与人类灵魂结合的产物，为了拯救被疯子掳走的至亲恋人而展开战斗，清除阻挡去路的一切障碍。在游戏中，玩家将探索广阔华丽的反乌托邦世界，在与个性十足的同伴们合作的同时，玩家需要运用电锯、等离子炮、滑音管吉他等各种各样的新能力和武器来打倒敌人和巨型 BOSS。